帕蒙坤贴摩尼祖师是传承法身法门的一代宗师，也是泰国非常知名的禅师。祖师的声名远播到国外，吸引了当代国际高知识分子前往泰国白兰寺来剃度出家，跟着祖师学习禅法。许多修行者来学习打坐，也以祖师为观想静心的禅相，随念祖师在自己身体的中心点，当心达到真正的止歇静定，便会得到无量清净的正能量。因为每一个人最清净的正能量都隐藏在每一个人身体的中心，鼓励大家随时意念祖师，将会带来生命无量的光明，财源广进，诸事顺利，万事吉祥。